好，现在是 Nien vs Hobbs Nu， 然后 Terry 和罗伊，互相都是自己的主力 main， 但其实 Nien 是使用 Joker 的选择也有，但看来他可能跟 Terry 打的话，还是用罗伊来打一打试试吧。这次是还是 BO3， 所以就是还是胜利度还是高一点的角色可能好一点。但是一下子69-76，但是念的角色也是一碰就开始连交的角色，所以稍微不能说马上哦。这次是其实欧巴斯诺的选择非常漂亮，一般是如果往后攻啊还有前攻的话就可能直接被带走，但是他以为是会穿过去，但上臂 OK 112-117先抓就是不会死，但手边然后爹这个爹特别强，他的取续判定也是几乎击杀的百分比一样。好，现在是其实你也非常注意，因为哦，上次嘛是来带走，对，因为刚才是如果搞错的话，直接是 Are you OK？ 但是这次是没有 Are you OK？ 看来是他已经 OK 了。好，上提，上臂来先伤害，但是。好，好，然后啊，跳命啊，跳命，然后直接滑的寒铁，然后哦还没死，但是他以为是死，但是可以能活下去，但是这个时候 Obus Nu 来说抓住先抓住来伤害，但是刚才的抓住有一点失败了吧，最好是可能抓住之外的动作，上踢也好或者空上也好。好，那现在的趋向先离开危险的位置，哦差一点这个斯马什如果成功的话死了，但是也 Oversnood 非常冷静，没死就有机会，然后下一个动作是哇可以，好，现在攻略下来，哇太勇敢 What Oh my god What 哇这个是罗伊的太好的魅力，1-0念，好看，好，角色是一模一样，地图也是一模一样，我们一起看看1-0的情况之下，念可以这次是 BO3， 所以其实有一个机会看看，但是 Obus Nu 也其实他也打了好几遍，所以他也知道他的打法，看看能不能下载好，但其实刚才其实不是下载问题，就是一个穷5-5的这种状态，所以没准这次是直接可以 Obus Nu 直接胜利的可能性。先他是用匆忙的板子来看看对手的动作，但是这个 AAA 的速度还是 Terry， 哇这个空上空后，然后呢空后还没死，但是哇这个假的动作先挡 OK， 这个是还是注意够的状态，但是直接手边，但是漂亮 power tank， 好130的话，哇应该
哇、哦，选择是很好的 DI， 没有怒气了。好，现在您来说，先不用死的来伤害是最理想。Crack shoot， 哇、哦，这次是他以为是上臂，但是一个心理战。下地之后，啊，死了吧？对，这个寒臂稍微麻烦，但是也是67的话 ，Terry 来说无所谓，直接可以。What's OK？ 上臂，消极护炸。啊，又来了，这个是真的很强很强。这个是锦龙是兽仙，但是兽仙也如果被猜到的话就是死的，对，所以几乎都死的一个动作。OK， 现在，然后可以把那个有点距离不够 ，crack shoot 是非常火药很少，来了，差点，主啊！又来了 ，OK， 这次是韩斯吗？这次是他毒了，怎么办？但是 ，OK， 有机会。Oh no， 没有闪避。OK，Overstone 有机会了，完全是。哦，按空前 ，Crack shoot， 先对伤害为主，不用着急。Go 状态。哇，这漂亮！然后呢，我差点，哇，香槟不会死，但是这个我们能先安全回落地了吗？啊，差点！哇，还没死，还没死 ，Terry 是很重。What？ 哦，哇 ，Good game， 好，2-0，恭喜。